它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今天是他们室内足球的捡球日。今天这个对手是西区的第一名，也是总联盟总排名第一名，我们是东区第四名。然后呢，我们如果想在季后赛的第一场拿到主场的资格的话，今天就必须要赢，所以对手没什么压力，我们是必须要赢球。要完要完，牛逼，哎呦我去，来让人头球干回来一个。上半场踢成1-1，这他妈水浇的太缺德了！你看给这大叔浇的。哇塞，这下太惨了，俩自己队撞一起了。Cersei， 快把球踢这儿了，让小二子捡一下。顶出去了，完犊子！小琪现在不知所措，他想进去捡球，快弄那么猥琐呀！耶，小琪你做到喽！哎，小粉红上场了，人家已经10脚射门了，我们才5脚。哎呀，哎呀，太遗憾了，又被人进了。哎呀，太遗憾了。已经85分钟了，哎呦，电视里看到我了。这13号不行啊，今天2次失球都是从他这边丢的，人家就怼着他这边往死里传中，这13号真是要了命。你看这人背后，地球死在头。